优化房地产政策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，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，稳妥推进一些地方的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，健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，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，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，完善商品房相关基础性制度，满足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和多样化改善型住房需求，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，提高金融风险防控能力。